顶面，下个洞套路是新汤温泉掘缸套路，两手下水，两腿直立，目视前方，下回收，两掌向内向上或向前穿出，向内画弧，向外画弧，两手抱肘，上左步右冲拳，随之翻篮探爪，震绝脚臂交手，霸王四攻，玉环盘肘，梁将按旗，连到云中，一二三，云内解码，云外解码，恶虎石拔草干红，高高跳起，转身搬篮，螳螂横滚，脚踵射雷，两踵起雷，高高扶门，穿袖中路劈杆，一二三，转回来再踢回去，形成马步船掌，挑帘推康，脱离川流，盖袖摸眉，中路劈天，一二，水浮亮一，全无弹粉，一二三，向居下雪，弄劈奔水雷成指，一二，好吧，形成龙元步，向右看，向左看，就是。